I'll shake. Hello， 我是江江。这一次我们介绍这个史四二，这位是基宝先生啊。你看他的手臂跟他的眼睛看起来不太一样哦。他是这一集电影的魔王啊。哇，他的装甲真是很厚哎。你看他的脚哦，赖嘛。OK， 那这一位是骨牌，黑色衣服的骨牌小姐，她拿那个重机枪。呀，为什么？他连身套装的啊，眼睛是被打吗？然后这位是钢人啊，据说他力大无穷。对，然后看他，这关我们这一次是要保护这个小孩，据说这个小孩有特殊超能力啊。来吧，来吧，啊，再来是我的死侍，哎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哎，我们这次换了一个新的造型啊，然后他的武器枪啊、散弹枪啊，全部都用死侍的造型。看一下他的这个是什么？年弹，这年弹是那个，这是什么陷阱哦？陷阱的造型啊，拿在手上像好奇怪啊。应该 OK 啦。然后看一下有什么东西，这刀。十四的刀，赞吧！他好像是用小刀变成的，然后再来他的机关枪，动作其实还 OK 啦。再换这个散弹枪，啊，真是跟电影一模一样。来换回来我的手枪啊！好啦，接下来我们介绍这台飞机怎么上去啊？哎，好像上不去，是不是？绕圈圈啊，绕圈圈，跟着我绕圈圈 ，Let's 绕圈圈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到底怎么进去的？我重新变一台出来好不好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各位赶快上来，上机上机啊！哎，你们是不是不能上来？哎呀，啊，飞机里面还有这个美国队长的盾牌，对不对？看一下，哇，这个反光做得很好。这个是雷神索尔的锤子，这个是，哎呦，无限手套，手套上面还有这个宝石哎，这宝石好像糖果。哎，这下面黑黑的是什么东西啊？再来是，哎呦。钢铁人的衣服哎，哎呦，这是那个黑豹的武器嘛，对不对？还是，总之呢，我要想办法把他们拉上来。你让开一下，好不好？别告诉我这台飞机只能坐两个人呐、啊！哎，看起来好像是只能坐两个人。我先起飞一下啊，你们在原地等我一下。哦，轮子收起来了。啊，那看来我要先把你们抓进来了。来吧，骨牌小姐，在后面啊，不要动啊。来，钢人，你去哪里啊？给我回来。来来来，你在后面。OK， 好了，准备起飞啦。这部片呢，我上个月就拍好了，一直没有时间剪片。那我就终于在今天终于有时间弄了。我们现在要去这个军事基地，就是我们要去想办法去拯救那个超能力小孩。我现在跟这个钢人还有这个骨牌小姐。好，我们现在到了军事基地哦。这个军事基地好像有点怪怪的，先把这个看门的干掉。在干什么？我发现他不会反击哎。骨牌小姐，钢人在干什么？我们稍微看一下这里的环境好了。先把上面的人干掉。啊，怎么会引来警察的注意啊？我是好人拜托。
欸，我发现这边的人居然不会攻击我啊！这样子是不是其实也不用干掉他们啊？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模组本身设定的关系啊。这个他们不会攻击我，那就稍微介绍一下好了。我看一下这边好像是一个训练营吧？他们在干什么？那一堆人啊，看看。拿出我帅气的散弹枪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哇塞，这边每个人都重装啊，是不是？他们应该是要进攻还是要训练啊？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啊。总之，在这旁边站了一排的人，真想给他踢下去，有没有 ？OK， 然后哇，每个都是火神机枪，然后都配着这个全副武装呢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们看一下旁边还有这个运输船哦，运输船。这是可以上去的吧 ？OK， 哦，运输船运送武器啊，这是给哪个买家的啊？哎呦，这好多啊！哎，这个上不去。哎，挺好挺好，这货物很多。船上其实没什么人哎。哇，这个武器很多呢，还好没有打起来，不然这会死伤惨重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会跳下去啊？我不在甲板上面吗？那就一直这样子给我跳下去了。他游泳的姿势好怪啊！哎、欸，这怎么上去啊？这个，哎、欸，可以吗？我爬上来一下啊。嘿，我看到一堆人在健身啊！哇，每个都是肌肉男。怪怪，这边的主事者在哪里啊？应该说，这里的负责人到底在哪边？我来找一下。哇塞，重装啊！这边到处都是人，还好没有打起来，对不对？哇塞！是什么？这是鱼雷吗？飞弹嘞，爆裂物武器啊！我又遭到通气了啦，没有人反抗啊！让我过去！哎、欸，他们的散弹枪都是拿我的散弹枪，这是冒牌货吧？你们的老大在哪里？请问你们老大在哪里？赶快跟我讲！等等，为什么？那是哎呦，哇塞，核弹头在这里啊！这是他们在做什么交易啊？还是买卖的、啊？还是他们要做坏事、啊？我老兄，这里到底是干什么用的？哎，那个小仓库吗？里面武器好多啊！让我看一看啊，诶，没有我要的东西啊。哎呦，里面是发电机啊，是不是？发电厂在上面。哎呦，还有塔台，这个模组做的好大、啊。哎呦！这是什么？哦，好多钱啊！满满的钞票。哟，弹药库。哎，这边还有一个，这是什么？核弹。让开啊，这位先生！为什么这个辣妹跟这些人坐在一起？而且她眼睛还怪怪的。哎，没有，是反光啊！为什么会坐在这边啊，这位小姐？乖乖，到底在哪里啊？喂，
哇、哦，这个水好大、啊，哇塞！啊，我知道，应该在这个上面，我看一下，楼梯啊，爬上去。喂、欸，卡住了。喂、欸，哦，楼梯很多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了私人的小型豪宅，是不是？这个豪宅，这位老兄居然偷我的散弹枪！哎、欸，到底负责人是谁呢？莱斯特？应该不是吧？那边好偏僻，这里什么都没有啊，家徒四壁啊。有没有这么可怜啊？这是谁？什么 ？Joker？ 这边的负责人居然是 Joker，Michael， 富兰克林在谈判啊？他们在做什么交易啊 ？Joker， 快告诉我，基宝在哪里？快告诉我，不然我杀光这边所有的人。不过我看一下，里面的钱真的很多、啊，要分我一下、啊。什么 ？Michael 叫我走？先告诉我机宝在哪里？哇塞，什么东西好多啊 ！OK， 机宝在那个老旧的军事基地，还有带了一个小孩子。然后我们先坐他们的这个这台大台的飞机先过去好了。这个。我先把它踢下去哦！我啊，哎，没有掉下去了，啊，我也掉下去了，哎呦！啊，我们开这台空中巴士过去好了，来啦，兄弟们，上机喽！哎呦呦呦！好笨重的飞机啊，好久没开飞机了。哦，这是要下降了吗？哎呀，我们先降落看看，我可以啊。还是跳伞比较快啊。哟，飞到那个禁航区了，我们先跳伞好不好？哦哦哦！哦哟，哎呦，好险啊！哎，看到了，有敌人在前面，是谁啊？哎，这不是七宝吗？他怎么躺在地上？他有这么弱吗？这应该只是他的复制品吧？怎么可能这么弱啊？枪枪爆头！哎哎哎哎！边走边射，还射不太到啊！哎，我中了中了！哎，我们是不是要先躲一下？这边人好多啊！来来来来，嘿嘿，我需要帮手哎！哎，你们不要躲，你不是很厉害吗？你好歹抓个东西。K 一下嘛，射人！为什么你不攻击？这边的 NPC 都怪怪的。哎，射！不要再躲了，钢人，钢人呢？哎，我们先去找那个机宝，你躲我也躲，好不好？大家一起躲 ，OK？ 哎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！被围住了，机宝应该会在塔台那边。哎，我们先慢慢的撸过去哦。他们人一直过来啦！
哦，我已经被射啦，上车，快点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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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哎呦，车子撞我，弹走了。哎呀，拉长啊！旁边是不是有路啊？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集体在干什么啊？光天化日之下玩枪枪，这样子对吗？为什么我也玩枪枪？这模组没有很大呀？为什么会这样子啊？不行动了啦！我先把一些关掉。啊，正常啊！刚才好丑啊！爆吧，爆吧，爆吧！快爆，快爆！啊，这个小孩应该在楼上啊，我们先去救他好不好？这是不是有个人啊？躲在后面，我出来啊！出来啊！我滚出来！逃走啊！过来！过来 ！Let's go, let's go, come on, come on！ 这里有个电梯啊，我们先坐电梯上去啊，对，爬什么楼梯啊，对不对？芝麻开门，让我上去吧！叮，快快快快快进来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，进来！快点，快点，快！你们在躲什么？赶快进来啊！好了，我们上来，上来！你在趴什么？我找到他了。据说有超能力的小孩啊！Let's go, let's go。我们可能要爬楼梯下去了。他们把电源关了，不能坐电梯啊。人还可以坐吗？可以坐吗？快，我进来！叮啊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一出来，这什么地方啊？反正我们怪怪的。快快快快！基宝是怎样？他是躲在附近啊？还有 bug 啊！哎呦，你帮忙下、啊！你们在躲什么啊 ？Come on！ 啊，我要靠自己了，在。来来来来来，吃我的年蛋，好不好？陷阱年蛋！快，赶快去踩，赶快去踩！爆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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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丢，再丢。你们终于来了，你们好弱、哦！不行，我一定要打到基宝。刚才那是他的分身，一定是的。我看红色圈圈好像在上面啊，我看到了，躲在上面。给我下来，这很厉害吗？我已经爆头好几次了，为什么他没死？不会吧，血这么厚，有没有搞错？啊，你要归你继续归吧，好不好？我们先离开这里。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, let's go, let's go, come on！ 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换弹夹，换弹夹，扫射啊！这个小孩居然不会帮忙一下，在旁边跑来跑去。直升机来啦，杀！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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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走快走，让我过。我们需要找一台飞机啊，这没有飞机可以坐啊！快快快 ，come on！看到看到了，趴下趴下，统统趴下，快快快快，我还坐飞机离开这里，我必须要把那个小孩安全的送走。来来来来，全部集合好不好？这样子会跑。
很久很久很久啊，上车上车，上来啊！另外一个人进不来是吧？我来帮你。到底有几个人不能坐啦？啊，你在后面站好啊，好。另外一个也是啊。OK， 啊，准备起飞。可能不太好转弯啊。我先把飞机瞧一下，这个位置飞会比较好吧？不然瞧很久哎。哦耶！起飞了，起飞了，起飞了！哎呀，此事二，希望大家喜欢，别忘了按个赞哦，下次再见。I have my issues, problems with trust. You were the problem.I was dust. I could smell trouble from miles away. But now I'm different, yeah, I'm okay. You had your reasons, you did.